经过一片森林，但他们似乎遇到了一些不自然的东西。一个沉默的笨重身影穿过阴暗的沼泽地，试图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迅速离开。男人认为这是某种蜥蜴人生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生物在试图逃离手电筒的炫光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几乎肯定这只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人，直到他背对着相机。你可以看到某种尖锐的白色鳞片从他的背上长出来，就像恐龙或者蜥蜴一样。他的手臂看起来太瘦了，不像一个人该有的。You think that was a coyote? What do you think that was? What was it? Do you see it? Where? Holy crap!